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我们来看课本啊，是四页第七啊，上次讲到第六，就是为什么要说般若经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现在我们来看啊，第七。他说是为了让人信受，那么智严大师啊，这个是导师做的一个标题。好，我们来看，这是第七个理由。复次，欲令人信受法故，严啊，那他说我是大师，有实力，是无所谓安立圣主住处，心得自在。人师之后转妙法轮，于一切世界最尊最善。好，那么这个第七个啊，就是佛特有的能力，跟一切众生乃至等觉菩萨啊不一样的地方啊，就是所谓的这里一般说的啊，实力是无所谓啊，甚至后面有所谓的十八不共法。那这个第七段啊，第七个理由啊，那基本上在讲啊，所谓佛的四无畏，但是佛的四无畏其实这个理由也遍布在其他的啊，比如说我们看啊，这个第一个无畏是所谓的我是一切智人啊，那这个一切智人前面就是啊，比如说有人怀疑。佛不是一切智人，所以我们可以看第四个啊，你看他一样，他其实跟这个四无畏是一样的。你看他后面自发成眼啊，所以我们上面说过，就是我们上次说过啊，佛啊于般若波罗蜜中啊，那么自发成眼啊，那么说什么我是一切智人，这个其实就是第一无畏、初无畏啊，就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那么然后后面。啊，后面像啊，这个第八、第九，基本上都跟这个四无畏有关系。啊，那这里第七是所谓的我是大师，那么大师是佛的意思啊，那基本上是主要是啊最尊贵的了啊，世尊，世间上所最尊贵的。那么实力是无所谓啊，基本上都是指佛的特德啊，特有的功德啊。那这个实力后面也会有解释，是无所谓也会有解释啊。但是因为这里有牵涉到很多是无所谓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啊，所以我们先把这个是无所谓啊，先让大家知道啊，等一下再来讲。那这个实力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底下有注解。啊，它有这十种啊，就我们讲到实力的时候再来说。那这一段文如果依据般若经或大智度论的，它都是经文，然后大智论有解释啊，所以基本上它是这样啊，欲人信受是法故，那言前面都要有一个自言或自说啊，然后自发成言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比如说第四个啊，它是自发成言啊，那么第六个啊。这个就是自说，那所以第七个基本上，那么也是啊自言啊，基本上是都是这样啊。那后面也是啊，后面第八个我们也看啊，说是般若蜜经言啊，其实这个要断点，然后自言啊，然后后面也都是一样啊。那大概就是像第十个，他就写是言啊。那么一样，它是自言啊，或示现说，好，
那么这个跟这个自发成眼啊，一般就是佛作成眼啊，就自己啊真实语如实语啊，那么自成语，那么这样说好。那我们来看啊，他这里叫做实力是无所谓，安立圣主住处啊。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圣主住处啊，这个圣主住处。啊，那么大智慧里面啊，有时候就直接翻这个音，叫做阿丽莎啊。他说阿丽莎住处，什么叫做啊安住阿丽莎住处啊？啊，那么他的意思啊，他说这个是意思是啊，大智慧里面有解释，也是在卷二十五。那么他在卷四十三的时候啊，那依然有说到一次啊，在般若经里面。他总共说到了两次啊，文几乎都是一样，他的文几乎是一样的啊。那这个他说是啊，最上啊，他说是第一最上极高啊，第一最上极高。啊，他自己有住宿是这样子的啊，那么不退不却不末啊，这个我们自己再去看也会有啊。那么具足功德无所减少啊，啊，这个是叫做阿丽莎。那么圣主，这个圣主的翻译在初期大乘经或后期很多翻都有翻作圣主，它其实就是佛的意思，像《法华经》里面也有啊。那么它基本上就是佛的意思。啊，那住处或是处圣主处或圣主住处，他基本上意思就是说他的所具有的功德啦，啊，他功德所具足啊，那么就是比如说他所有的境界啊，就是他所具有的这个殊胜的境界啊，功德住处啊，就是他具有的功德。好，那么大众中人师之后，人转圣法轮。好，我们先来看这个四无所谓。因为跟这个四无所谓跟这个四无所谓跟后面哈，后面有一些也有一些关联啊，他应该是把这个四无所谓，那么就是啊，他字后面有很多，我就是比如说像很明显的像这个第四个啊，我是一切智人啊一样，自发成言我是一切智人，这个很明显是第一个无所谓啊，所以他这里这一段文啊，我们来看一下。看这个也是大智论卷二十五的啊，他说我是一切正智人啊，你看这个第四个就是这个佛自成眼啊，第四个理由。那现在我们是讲第七个理由了啊，那所以他前面其实是也是啊跟这个有关系的。好，他说若有沙门，所谓的四无所谓，这个是所谓的四无所谓，这个是所谓的四无所谓，就是因为你真实。而且肯定确定这件事，所以你说的时候没有一点怀疑啊，没有一点害怕啊，我说这样就真的是这样啊，我说这个水能解渴就真的能解渴，我说这个是酱油不能解渴就真的不能解渴啊，那么这个是非常肯定的。那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到那个境界，我们只是学着别人说或听到有别人这样说或认为是这样，那么有时候说起来就不是那么肯定啊。举个例来讲啊，比如说有人问，那么到底有没有阿弥陀佛，有真的有极乐世界吗啊？那你说有真的有吗？如果没有怎么样啊？反正他在继续问的时候你就答不出来了。为什么？你说有不是因为你亲身经验到或证到啊，你只是因为圣言量啊，因为圣人说有，那你知道那个是圣人吗啊，反正就是类像这样啊，因为再问下去，你就因为不是你自己亲眼看到、亲身证到的，那你说真的有解脱吗？啊，那真的有所谓的解脱这件事吗？啊，那么你说肯定有，真的肯定吗？如果他再继续问下去，你也有一点答不出来，为什么？因为老实讲，你也不知道确定有没有，为什么？哎，你没有解脱啊，你哪里知道？啊，就好像。有
画比如说一个乌托邦，那描写到非常的漂亮，那你说真的有这个地方吗？啊，然后在哪里哪里哪里，可是你也没有去过，老实讲，啊，你没去过，所以你在讲的时候，一开始很大声，后来就会越来越小声，为什么？啊，你不是自己亲身证到的嘛？好，那么这里是在讲，所以你能够无畏的说，是因为我肯定、确定这真的是这样，因为是我亲身证到的，啊。那我来过台湾，世界上真的有台湾这个地方，哈哈，类似像这样啊。那么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啊，这个是不容得怀疑的事啊。假设是这样了 啊，那么像解脱啊，像极乐世界啊，也是这样啊。那么如果你亲身证到了，那么你就很可以大声的说，肯定的说，一点怀疑都没有的说，甚至拿你的生命来做赌注，你都还是这样说。啊，那么这个是就是说所谓的无所谓啊，无所畏惧。好，我们来看这四种无所谓啊。那第一个啊，他说我是一切智人啊。那这个前面我们上次有说什么是一切智啊，其实就知一切法了啊。那么佛又叫做一切智人啊，又叫做一切智者啊，所以叫做一切智。那么若有沙门、婆罗门啊，就是当时的主要的宗教团体啊，那么非人的这一部分啊，若天、若魔、若梵啊，天一般都是四王天跟倒立天，魔基本上就是六欲天，梵就是初禅天啊，初禅、二禅、三禅的。好，那么有来人间的基本上就是这个，二禅以上的就很少来了啊，二禅以上的就很少了，初禅以下的才有，二禅以上的没有，为什么？他们没有重，他们无形无事啊，基本上不太来啊，不会来啊。那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很少啊，因为阿含经里面也有五不还天的天人下来，那因为他的身体不一样嘛，所以他一下来的时候身体是暖的，这个在杂含里面也有讲到。哦，我还要叫他，你要让身体变坚固啊，要怎样啊啊，你才能，不然他站不起来啊啊，类似像这样。好，那么很少人来，他基本上有来的基本上就是梵天以下的啊，那这个是佛教里面常用的。啊，若天若魔若梵，若覆宇宙啊，甚至还有其他的不管。那么，如果有人说佛不是智者，这个因为这个牵涉到他是不是佛觉者了，啊，觉悟一切真理的人。那如果不是，因为我们要上面，我们上次也说到，六识外道很多都自称他是一切智者，即使是六识外道都自称是一切智者。那么很多外道也怀疑佛不是一切智者，但佛为什么能够摄受那么多人？因为前面有讲到嘛，因为佛有幻术，就是说很多外道认为佛有幻术啊，因为印度有流行一些梵咒啊，那么认为佛会了这个幻术，所以会让人家就我们那次想的迷魂咒了啊啊，这吃了那个迷魂符啊，就是你吃了你就乖乖听他的话。那这个就很多外道认为佛为什么有一些在家居士或有一些外道去要跟佛辩论啊，说或是要去问佛，都变成了佛弟子啊，所以那些像那个耆那教的啊，苦行外道的，他说他不想让他的居士去跟佛见面，因为佛有幻术，只要去跟佛见面了都变成佛弟子啊，所以他就不喜欢啊。他说这个瞿昙有练幻术啊，前面也有讲啊，就是瞿昙有练幻术啊，那么能够让人家不清不楚的、不明不白的就跟着他信了啊。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啊，所以有一次那个波斯匿王啊，那有些时候品婆娑罗王，那么也去问佛，那么外道都说你有幻术，那你到底有没有？我就说我有。我但是我的说的不是那个，我说的幻术就是那么戒定慧能除贪嗔痴这种的啊，那么看起来是就是说这也是一切虚幻的了，但是就是一切境界都是虚幻，但是这个是实在的。好，那么他讲到啊，说四法不知，如果有人啊难非难啊，就是很多人就去找佛挑战了，然后就故意要刁难他啊，跟他辩论。说你不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啊？就是说，那佛不知道啊，像一切智人里面就
有讲到啊，佛不知道佛会养牛吗？啊，那佛会养马吗？佛会调象吗？啊，但现在也有人在问啊。那么假设是一切智人，所谓的一切智，其实是知一切法，但不是啊。说那你说佛会开飞机吗？开飞机还比较简单一点，佛会造飞机吗？啊，佛会打电脑吗？那打电脑应该也没那么难烦啊。佛会写程式吗？写程式我觉得也还没那么困难。啊，但是就是说，假设说，你说一切智人是这一切都要知道吗？因为一切智人现在有分两个不同的一个就是说，就是不同的发展的思考了。一个就是说，佛是知一切法的根本，一切法的根本是什么？无常无我啊，缘起呀，啊，这一切法都是缘起的，啊，所以不管什么法都是缘起的，啊。那么就好像就地球的所有的生物都是 DNA 结构的，啊，不管是一只虫乃至一个人一头大象都一样，啊，那么一切法都是缘起的，那么知一切法，啊，的实相，这个叫一切智人。那么后来有一些就会比较偏向于把一切智就是天文地理啊，所有的一切都知道，那包括你说佛2500年前他就知道2500年后会有电脑，会有手机，会有智慧型手机，而且就算给佛造，他也能够造得出来，就有一点偏向这样。那这样有时候就会把佛拉得比较说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现。后来的大乘佛法比较偏向于就是那种以前神的概念了，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现啊。那其实佛的一切智者是一知一切法的实相。那么能够断一切烦恼啊，这比较偏向于这样。那后来就是变成佛是一切都能够知道的啊。那这个是比较我们如果用一般人的说法，就是比较有一点点偏向无量的神话啊。好，那说四法不知啊，你这个你不知道啊。像佛有没有不知道的？从阿含经里面来讲。啊，佛有所谓的十事无忌，啊，就是他不说，那不知道也可以说不知道，但也不是不知道啊。怎么说呢？因为啊，比如说有一个外道就曾经去问佛，啊，就居士啊去问佛，说你知道从你度化的人，因为佛度化很多人嘛，你在这个世间总共度化了多少人，你知道吗？佛没有去算这个，我就不回答他。啊，那你说你是一切智者，那你能够知道在这个世间总共啊，就在当时，在这个世间总共有多少人已经得解脱？有几个人证阿罗汉？有几个人证三果？有几个人证二果？有几个人证出果？那你说来给我听听看。有多少个？你不是一切智者吗？那你可以算得出来吗？你可以知道吗？那佛就不讲话。那这个外道啊，就继续说：那你说你一切都知道，那你这个都不知道，你还说你一切都知道啊？类似像这样，那佛还是不说话。那这个阿难听到了，阿难在旁边呢，听到了，那很怕，因为佛也不说嘛，啊，那人。这个外道就会认定啊，佛其实也没那么厉害啊，佛其实也不是什么都知道啊，那很怕他误会佛不是一切智者，所以阿难就跟他说啊，那么这位大德是这样子的啊，我来解释一下。阿难看不过去了，看不下去了啊，他就说我来解释一下，如果他就像啊，就像是一个守在城里面，城门有一个守卫嘛，守在城门的人，那么每一个进去的人，城门一天来来往往很多人啊，啊，一年来来往往很多人啊，啊，那么从他守城门开始进去出去的这些人那么多，那么有男的，有女的，有各个种族的啊，比如说婆罗门、刹帝利啊，这非常多的人。那么守那个守卫的人不会去记
今天进去出去多少人，进进出出多少人，不会去问这个。他但是他能够知道这个人可以进去，这个人不是不能进去，这个人有进去，这个人没进去，他是很肯定的。啊，这个人违反他不能进去的，他没有啊，比如说他没有入关的这种证明啊，他是不能进去的。好，那佛也是这样，有谁确定证的阿罗汉，有谁证出果、二果、三果，这个他是非常清楚的。但到底证出果的有多少人，证二果的多少人，证三果的多少人啊？有种善根的多少人，没有断善根的多少人？这个他不会去记这种东西，这个是没有，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啊。但是要确定这样的境界是不是正果，这样的境界是正的极果，那这个他是非常清楚的啊。那么所谓的人，他不需要知道今天进进出出多少人，那他只要知道哪一些人确定是进去的，可以进去，哪一些人是不能进去的啊，直接讲这个。好，那么这里如果有人来非难，我们刚才讲说那佛有没有不知道，那这个是一个。那包括十四无际，世间有边无边啊，世间十四无际其实就是世间有边无边，那佛灭后那到底存在不存在啊，那这个类似像这样的问题啊，其实就是三个到四个问题啦，就有众生跟世间是有没有啊，世间有边无边，众生的数量啊，众生的这个数量是决定的，就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是也是有边无边的问题啊。我以前刚学佛的时候也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我在想说这个只有佛只有众生成佛，没有佛变成众生的吗？是不是众生可以成佛，但佛不会再变成众生吗？那么每一次只要有一个人成佛或一个人得解脱，像佛的时代，比如说有1250个，最初有五比丘啊，然后后来有所谓的长随众1250个。好，那么世间上是不是就少了1250个凡夫了？是不是就有少了1250个人不轮回了吗？那么再度舍利弗、目犍连再度啊，比如说印度当时假设佛至少度了50000个阿罗汉，出国、二国、三国的就不用讲了。好，那假设这50000个阿罗汉，他入涅槃了，他就不再轮回了嘛。世间上就少50000个人轮回了，对不对？好，那么每一尊佛出现的时候，都会少几十万人啊。比如说一般讲，比如说弥勒佛再来的时候啊，98亿人啊，98亿人可能就是980万还多少啊？不少，就是这个亿要看是10万、100万、1000万啊。然后好。那么就是比如说好，那一次少100万人好了，那是不是那这样众生会是不是越来越少？因为众生成佛就不再是众生的啦，那这样众生会不会越来越少？我以前在想这个问题。那如果众生越来越少，那最后那几个众生肯定不能成佛，因为他没有众生可度啊。因为只有众生成佛，佛不会成为众生嘛。如果照这个逻辑来看，那众生是不是会越来越少？那众生肯定越来越少啊，因为一尊佛就度很多众生，然后每次一个大劫有1000尊佛呢，然后度那么多众生，那众生是不是越来越少？那众生少到一个数量的时候，那肯定有一些人是没办法度众生的啊。为什么？他可以证阿罗汉，他不能度众生啊，不能度众生就不能成佛啊。那这样，哎，这样有一点矛盾啊。那你说这样的观念，其实本身就是他问题的本身就是错的，问题的本身就是错了。因为这个前提是站在哪一个前提上说的？众生是实有的，我是实在的。站在众生是实有这个立场上，那么你才会有这个问题，那众生会越来越少。好，那么世间有边无边，跟众生有量无量，有边无边，问题是一样的。以前我不知道就在想这个问题。那一切众生皆能成佛，但是最后一个众生肯定不能成佛。为什么？他没办法度众生啊，他没众生可度，他怎么成佛啊？那这样的观念就是你把佛跟众生都当成实在的，只是比如说从粪坑出来，洗干净身体，不再堕入粪坑，但是他还是实在的。其实这个是
跟无我啊的立场是不一样的。好，那有边无边是事无际的问题，类似这样，问题的本身是错误，所以有一些佛大部分会回答，但是有一些不回答，基本上是第一个，你的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所以回答出来啊，比如说有我无我，回答出来，你不能够知道，而且你怀疑会更深，困惑会更重，这个时候没有办法，我说的法没办法利益你，我就不说了。第二个是我说出来的，你会更恐惧。比如说这个人去哪里了，然后他地狱了，然后比如说我爸爸那这样往生去哪里，他堕地狱了，这个时候跟他讲，他会产生恐惧害怕，对他没有利益，虽然是实话也没有利益，所以有时候佛也不说啊，类似像这样。那通常是十事无忌他就不讲。好，那假设有人讲说啊，如是非难说，那佛这个法不知，乃至他说不管你怎么样质疑佛，乃至不见为畏相，就是一点害怕都没有了，没有任何的畏惧，我敢肯定说这样就是这样啊。那么你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白，你没有任何疑虑的，没有任何畏惧的，说决定是这样啊。那一般因为我们像我们有一大部分的人，如果没有亲身体证啊，那么他说出来的就是会保留一点点保留啊，那越讲就保留越多啊，然后就开始会迟疑啊。那基本上就是你没有很百分之百确实确定这个东西。好，那他说以是故我得安稳得无所谓啊，那么安住圣主处啊，比如说这里讲圣主处，这里讲圣主住处啊，那么这个处就是一个境界啊，比如说我们说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就是他安住在那个境界里面，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啊，就是所谓的住处或处。好，那么这个圣主啊，我们说过说第一最高无上啊，啊，他里面有很多具足一切功德啊，那只要是指佛了啊，因为他后面也有解释什么叫做阿利萨啊，什么叫做圣主啊，就是说只能够自利不能够利他的，那不是，那就是一般的阿罗汉嘛啊，他也有讲只能够自利不能利他的啊，那等一下我们再来写，把这个用完再来写啊。好，那么人狮人就是在大众中狮子吼啊，那么人转梵轮啊，就是法轮啊，清净的法，梵有时候也就是佛啊。那么诸沙门婆罗门，若天若魔若梵若覆于众，实不能转。除了佛之外啊，没有其他的人可以这样说啊。那说什么呢？啊，我是一切智者。啊，能转法轮，那后面的第二无畏、第三无畏、第四无畏，这个是第一无畏、一无畏、第一无畏啊。佛有四无所畏啊，第一无所畏或是无畏啊。那第二个就是我一切肉尽啊，这个是智慧跟肉尽基本上是一体两面，因为真正的智慧就是断烦恼的能力。一开始的智慧是觉察烦恼的能力，我们说过。我们学习佛法最重要的就是觉，那么圆满的觉就是佛，那么觉要从觉察烦恼开始，我有贪之有贪，我有嗔之有嗔，我少贪之少贪，我无贪之无贪，要从这里开始。所以从觉察烦恼的能力，从觉察烦恼的能力到什么，到断除烦恼的能力啊，我们说过修行基本上是就是断烦恼而已啊。勤修戒定慧是为了要，重点是慧，戒才能够修定，定才能够发慧，慧才能够断烦恼，断一切的烦恼啊。如果你没有定，你发不了无漏慧，最少最少都要有味道地定，你没有戒，你的定就起不来，也不能长久啊。所以基本上主要是慧，那就是智慧。那么智慧就是为了断烦恼，你有一切智，你就断一切烦恼啊。所以从一个面正面来讲，它是一切智者，
我是一切智人或一切正智人，那么从智慧的功德来讲，它是断一切烦恼，所以我一切肉尽啊，所以叫做无肉。阿罗汉也是断一切烦恼，叫做无肉啊。那么一切肉尽，那么假设有人跟你讲啊，一样啊，底下都一样。假设有人非让你视肉不尽，你还有一个烦恼没有断尽啊，没有，不可能啊。他所有的他很清楚的知道。那我们知道这个修行，它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个觉察烦恼的能力。就是你一定要觉察烦恼，有智慧来觉察，因为修行就是要以智慧来断除烦恼。那你说什么是智慧？智慧就是觉察烦恼的能力，控制烦恼的能力，然后调伏烦恼的能力，最后断除烦恼的能力，其实就是这样而已。那你说那智慧怎么来？从闻思修来，从闻思修，然后证就是你可以断除了。所以这个是佛法里面很核心的东西，不管你诵经念佛拜佛拜忏啊，假设你没有牵涉到觉察烦恼控制烦恼，因为你觉察了你不一定控制得了。我知道我很生气，但是我控制不了，我就是要打人，我要骂人，不然我会暴毙，不然我会很难过啊，我要发泄啊，你控制不了你自己。有的人知道这样不好，但是他控制不了啊。所以你觉，但是你如果没有觉察，你就不会控制。这很重要的道理，我就不认为我这样不对，所以你就绝对不会控制。你要先知道不对，你要先知道不对，然后控制，让自己不要随着这个烦恼。那这个是要时间的，但第一个就是要觉察，要觉察。哎，我正在起烦恼。我现在非常烦恼，我现在想要打人，我现在想要骂人，啊，我现在想要，我起贪了，我想要把那个东西占为己有，类似很多。第一个要先觉察，觉察完了之后，发现到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时候，就要训练。训练怎么训练？啊，念佛啦，念经啦，反正就让自己安定下来。然后最重要要从道理上去贯通，要怎么控制？知道如果我这样做会带来更大的痛苦，那么我就不会这样做了。就是你要常常去想，这个阿含经里面叫做畏患离，就是你掉在这个烦恼里面了，畏着了，那么不管是贪不管是嗔，那么你要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处理？你要思维它的过患，如果我一直这样做，如果我继续这样做，那我会变成什么？我会受更大的苦。比如说单单吃东西就好了，这个东西比如说垃圾食品又好吃又便宜又香，好，那你花很多的钱就可以得到很大的享受。那你如果吃比较贵的比较好的比较健康的，要花很多的钱得到一点点的满足。可是你要知道，你这边花少钱得到很大的快乐，后面就要花大钱来解除你这样造成的痛苦，反而得不偿失。你想清楚了，就算再便宜，就算送我吃，我都不要。为什么？我以后要解决这个更麻烦。那么过患也是这样，你去思维它，清楚它。那么所以通常是这样啊，这个智慧就是要解决这个烦恼的啊。那你要先知道，我们说过，第一个你要培养觉察烦恼的能力。那当然，那你要先知道，那什么是烦恼？这个就很重要了，什么是烦恼啊？那么你才能够觉察啊。那所以这个，那什么是烦恼啊？只要让我不安的、不安的、躁动的、恐惧的、会有后患的、会伤害别人的，这些都是忧虑、不安。就算你很快乐，但是你太执着了啊！反正这些种种，它都是烦恼，心不安定、不清净，全部是烦恼。好，那么这一些，假设有人质疑你啊，主要是这两个。假设有人质疑你啊，就是比如说我是一切正智人啊，那么事法不知，那其他的都一样啊。这我一切肉尽啊，那么有人质疑你事肉不尽啊，你有什么烦恼没有断尽啊？其实都有。都没有啊，佛陀都没有，
他很肯定讲我已经断尽一切烦恼，那么就表示他知道一切烦恼，他能够觉察一切烦恼，而且能够断除一切烦恼。那我们还没有，所有的凡夫，所有的凡夫都没有断除一条烦恼，因为叫做俱夫凡夫，夫就是从烦恼的另外一个作用来讲，它会束缚我们，让我们不得自在，不得解脱。那我们是具足的。什么人开始有断烦恼？正出国的人开始断烦恼，断三结，断三条，断三条烦恼。那这三条烦恼是最主要的烦恼。这三条烦恼如果断了，那么你后面的烦恼肯定可以断，是这样子的。啊，这三条就像主动脉一样啊。那他开始有断烦恼，但是还要慢慢断，慢慢断。啊，烦恼非常多。那所有的凡夫都具足烦恼，但是他有薄有粗。啊，有薄有这个细有粗啦，啊，有薄有厚啦，就烦恼啊。所以我们一开始其实还没办法断除烦恼，我们一开始就是要觉察烦恼，然后要控制烦恼，控制烦恼就是戒，控制烦恼就是戒。那么在烦恼中，在境界中可以不起烦恼，就是定。那能够断除烦恼，完全没有烦恼，就是你可以控制烦恼，不去造作，不去造作这些恶，那个就是戒。烦恼起来就会造恶嘛。你可以控制烦恼，不去造恶，那个就是戒啊。不然什么是戒？那不是说那个一条一条哦，你要怎样怎样？不是，最主要的就是控制，让你不起烦恼。那么再来就是久了久了，那么在一切境界中，心都不动，因为一动就起烦恼嘛。就是在一切境界中，心不容易起烦恼。不会随着境界起烦恼了，那么就是什么？就是定了。你专注在一个境界上，你这些境界是不会让你起烦恼的，啊，那么这个就是定，就是能够安住，安住在清净中。那最后这个力量强了，才能怎么样？才能断除烦恼。那么一旦断除烦恼，这些烦恼不再为患。那么定的话，只是把烦恼调伏而已哦。定是调伏烦恼，戒是控制烦恼，慧才是断除烦恼，就是把定是把烦恼扶住了，让它不起啊。所以你说什么是戒定慧？这是就是依着烦恼说的嘛。啊，控制烦恼就是戒，调伏烦恼，令烦恼不能为患，那么就是什么？就是定。那最后能够断除烦恼就是慧，但是这个慧是无漏慧。无漏慧要从有漏慧开始，就是要先能觉察烦恼开始，所以这个是八正道里面最初的正见。那么正见到最后正念正定，你看正见正思维，这个是一开始觉察烦恼。那么正语正业正命开始是什么？控制烦恼，有没有？正念正定就调伏烦恼了。那么正念坚定后是什么？引发无漏慧，就断除烦恼。你看八正道是不是这个次第？是啊。你好好想，那怎么样用在我们生活里面呢？一样，啊，因为很多境界都会让我们起烦恼，啊，别人诽谤我们，别人伤害我们，啊，在大众中误解我们，我们已经做得很累了，啊，还讲我们做得不好，啊，反正就很多了，啊。那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在这一些五浊恶世里面境界里面觉察烦恼，控制烦恼？哎，觉察烦恼就不容易了。那你要常常觉察，觉察久了，你要学会控制。控制只是让你不去造恶，那个烦恼在内面是鼓动的哦。好，那你还要调伏烦恼，调伏烦恼在内心上不那么鼓动。久了久了，你还要能断除烦恼。这八正道就是讲这样啊。其实这个就是戒定慧的层次。好，那么这里说到我是一切智人，这个是佛陀走过来的，我一切漏尽。好。那么接下来啊，还要看这个，这个还是有。那么你要能够觉察烦恼，要能够断除烦恼，乃至断除烦恼，他基本上他说，我说藏法啊，那么就是说你要有方法，你要有方法。那这些方法正不正确？就是你要治病，你要有药，这些药是不是对症下药？那就很大的问题哦。就很主要的关系哦，
那你现在要知道，你修的法，你修的法，就像你吃的药一样是药，但是这种药就不是治这种病，甚至吃了这个药，这种病控制住了，引发另外一种病啊！我们吃很有时候吃西药也会这样哦，啊，就吃了骨头的药啊，伤了胃啊，然后吃了胃药又伤肾啊，吃了肾的药又伤肝啊，反正就这样啊，很容易这样哦啊。那么有一些法，它会有后遗症，会有副作用，甚至会背道而驰啊。像以前佛陀时代，很多苦行外道，这些法就不能。就是障道，甚至怎么样？甚至他不能得到，还会障道。啊，有一些就是你这样修，白白受苦，而且也没有什么利益，无益无利的。那么这个你要先知道，修行不是说啊，那么这个大家都这样修，我就这样修。哪一个权威的人说这样修，那我就跟着这样修？不是的，以前的人这样修，我就跟着这样修，不是的。你要先了解为什么要这样修，原因原理是什么，那哪些人这样修成就了，为什么啊？你要先明白。那么哪一些是障道法，比如说佛陀时代很常见的，很常见的一个观念，比如说好，当时就有人讲的，比如说淫欲是障道法，五欲里面淫欲、饮食跟男女，这个是我们比较重的烦恼，那么他是障道法。但是有一些佛弟子就觉得他在外面公然宣说淫欲不是障道法，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的理由是说，这个因为在家人他有家庭有夫妻关系，他也可以证出果，甚至也可以证三果。那如果他有家庭有夫妻关系有淫欲，他都能证果，那淫欲怎么会是障道呢？如果障道，他应该不能证果啊。那么他就觉得，因为他曾经就问佛嘛，说如果在家人可以证果吗？佛说可以，在家人也可以证果。那么你看，很多佛弟子证，你看这个几世这个几孤独长者，须达多长者，他也证三果啊；直多长者也有家庭啊，他也证三果啊。那你说在家人他是有夫妻关系的啊，他是有家庭的啊，那他都能证果了，那他怎么会障道呢？如果他有淫欲心，有淫欲的行为，他都能证果，那么淫欲怎么会障道呢？哎，这样听起来好像是这样。所以他就在外面公开讲，就我，因为他去问佛嘛，跟他说如果在家人能不能证果，他说可以，不要说证三果了，证初果他都能证到了，那他怎么会妨碍修道呢？啊，所以他就公开讲不是障道法，说受淫欲不障道，在阿难经里面就讲这件事啊。那这些有一些阿罗汉听了就说，他怎么会这样说呢？因为佛明白讲五欲是障道法，特别淫欲是障道法，佛是公开这样讲，而且常常这样讲。但是他现在他公开在外面讲，就我了解佛的意思，淫欲不是障道法，人家就去跟佛说了，佛就把他找来说，你是这样讲的吗？啊，那你是说淫欲不是障道法吗？他说是，因为我就问佛嘛，佛不是这样讲说在家也可以证果吗？那么即使 你在家有夫妻关系的啊，那你可以证果啊，那怎么会？那应该就不障道啊。如果障道，他就不能证果啊。好，那所以我就这样讲啊，这没有错啊。佛说你错了，我没有讲过淫欲不是障道法，我常常讲淫欲是障道法。好，那你说那这件事到底怎么一回事？这个在家人，他问佛，那么有淫欲可不可以证果？可以，也是可以的，因为在家里有夫妻关系都可以证初果、二果、三果，但是为什么不能证阿罗汉？所以这个就是问题所在了。因为他只要还有淫欲心、淫欲的行为，他就不能完全解脱，因为他还有那一分烦恼，但是不妨碍他得正见、证初果。因为初果是什么？断三界嘛。
楚国断三节，二国呢薄贪嗔痴，贪还有，欲贪还有，三国才把欲贪断掉。所以他证了三国之后，他就不会受欲贪了。他不会受欲贪有两条路，一个就是在家人过出家人的修行方向，他只是没有剃度而已，他还是犯恨，像维摩诘这样是有妻子常修犯恨，就是他还是受出家，他还是受出家的这样的离欲生活。一种就是出家。那如果阿含经里面也有一个，居士，他早上啊，他早上去问佛，没有多久就证果，那么晚上就死掉了，被牛撞死了。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证阿罗汉了，啊，他也是在家人，啊，但是因为他就死了嘛，如果他不死的话，他要不是过出家生活，就是变成出家人。那么是因为这样，假设他有缘力，他这一生就不能证阿罗汉，他就证到三果而已。为什么？啊，但是三果基本上就不会再有，就是有夫妻关，没有夫妻关系，还是但是还是有家庭，但是没有夫妻关系了，因为他已经离欲了。他离欲了，他对于这样的五欲完全没有任何的吸引力。如果证出果二果还会，因为他还有欲贪，三果才把欲贪断掉，还有色贪无色贪，所以他会执着于禅定的喜悦，啊，会有这样的。但是这个还是贪，这个还是贪哦。到了阿罗汉会把这个连这个都断掉，四果会把这个断掉，其实是这样。那你说好，那从这个来讲，淫欲会不会障道？会，还是障道。如出果二果为什么不能证三果？证了三果，证了三果一定会离欲，但是他出果二果，如果还对欲望五欲非常执取的话，他是没有办法证三果的。证出果二果的人，所以二果就薄贪嗔痴而已啊，他就这样修这样修，那下一生再来的时候，啊，那么有可能就得解脱，那也有可能没有。所以为什么最多七次，人天往返？啊，因为他有可能对这个欲望都还没处理啊，没有处理，所以这个欲望就一直障道啊，让他好几生都不能证三果证阿罗汉啊。那你说他障不障道？障道。所以他没有想清楚这件事，所以他在外面讲哈，受这个五欲不障道，障道。这个就是观念上没有厘清了。那这个在阿含经里面讲这件事啊，啊，就有人讲啊，佛说这个是障道法，决定是障道法。啊，决定是障道法，啊，那么比如说五欲是障道法，啊，那特别是邪见，它就是障道法，啊，你持戒基本上，你持五戒基本上不会堕三恶道。假设你持五戒，啊，持到八十分呢，啊，你基本上不会堕三恶道。但是你虽然持戒持到九十分，可是你有邪见依然堕三恶道，所以邪见。是主要会让你堕三恶道的。你看那些苦行外道，又有禅定，又持戒清净，还有神通，他依然做牛、做狗、做马。为什么？他持牛戒、狗戒、马戒，他依然堕三恶道。所以主要让人家堕三恶道的是邪见，啊，那么邪见是第一障道。所以你只要有邪见，你有错误的修行方法、错误的观念，这个叫什么？戒禁取。你只要有这样的，你就没有办法证果，甚至不能证信真上，啊，那么证信真上的人就可以不堕三恶道。证信真上的人就是对于佛法非常清楚的理解，虽然还没证到，但是他非常的肯定，啊，那么这个就可以不堕三恶道。但是你虽然持戒持得很好，修定甚至有神通五神通，你都还有可能堕三恶道，只是因为你邪见，啊，你看那些外道，他为什么知道那条牛升天？他有天眼啊，他有宿命啊，知道牛过去生做牛啊，他未来可以升天啊。这件事是真的吗？是真的，他看的是真的，但是他连结错误了，他以为牛做什么业？牛就吃草而已啊。哦，那这样吃草就可以升天，所以他就开始想要升天，他就学吃草，学牛吃草。后来做什么？做牛，啊，那我们很多佛教徒有时候很多人为什么后来修一修都做天龙八部去了，护法鬼神去了，啊，修这个鬼道的业嘛，啊，那念很多咒，然后很多有的没有的啊，其实跟鬼相应，跟鬼神相应，
这你要有证件，你要有证件真上哦。证件真上的话，你不容易堕三恶道。那么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说，我说，所以佛说哪些是藏道法？那么哪一？所以你看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戒禁取吗？你要先断。这个是什么？四谛疑，要断疑。你看，所以你要先断，你要先有什么？有能断戒禁取，就是这样的修行方法。然后还有就是你要先离开错误的修行方法，没有错误，有后遗症障道法，你要先了解，你要先了解哪些是障道，哪一些助道。什么是助道？三十七道品是助道品，哪一些是助道的，哪一些是障道的？你如果不先清楚，你是没有办法修道得道，是这样子的。好，那我们先下课。